部长，林委好，辛苦啊，来立法院要站很久啊。不会不会，这个我们这个全世界这样站着质询跟接受质询的国家，我看来看去，大就我们中华民国，很多国家都是坐着在质询的。那个我先请教一个问题哈，我看你写的这些东西哈，这个报告是不是过去半年的检讨？大概去年9、10月到现在，就是相关的一些发展。我有些东西也要让这个委员们了解或社会大众了解哦。譬如说你讲到跟日本的那个渔业协议啊，哈，这其实你应该让大家了解，就是说这个协议是从李登辉时代谈到陈水扁时代，谈到马英九的时代，是历经这么长的时间，然后谈了17次，16年的，对，第17次才完成，第17次才完成，而且那个完成之后，那个结果也真的要让大家了解，是，譬如说渔民捕鱼的海域增加了4530平方公里，我相信很多立法院的同仁都不晓得，对不对？也就是说，马政委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哦，他没有掌声啊。这政务部门啊，因为这已经两年，连作秀啊，两年的，其实过去因为你在谈渔业协定嘛，哦，你也要让大家了解，就是说，譬如说你签完到现在，你想过去半年，你该不该也要去检讨一下，就是说这半年来黑尾鱼捕获的量增加多少？我问你晓得吗，部长？我不晓得，大家不知道，对不对？不，我知道增加了3.6倍，产值增加了3倍。是，对不对？是。然后以前他们干扰我们渔船作业的，从这个以前的这个啊，由这个17艘，降到后来只剩下1艘。现在是没有。你这种成果，这种是持续。你过去半年的成果，你也要检讨啊。好的。最主要让大家了解，就你外交部在这个渔业谈判里面，你们也尽了很大力量。当时海巡署这个保护苏澳的渔民冲撞钓鱼台，这当然也让中共很紧，让日本很紧张嘛。是，他为了避免两面作战，当然给我们签协议。所以有国际环境，就区域的政治环境，但是也有你们的努力跟海巡署的努力嘛。是，这东西其实你这种回顾，你讲这渔业协定要有所回顾，让大家去了解嘛，是不是这样？好的。否则马政府做出来都是没有成绩。没有人赞美，对不对？这个民进党执政，台东籍的渔船被人家开枪一死一重伤，没有道歉，没有赔款，没有弃凶，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事一样。那你小琉球的呢？派了军舰南下了北纬20度去赴渔，逼迫菲律宾道歉赔偿，而且还把这些凶手送上法庭，对不对？那政务部门不会宣传，那我们这些执政党的立法委员有时候很无可奈何。所以你去检讨这些外交的时候，你也要把这些事情要做某种程度的叙述嘛。尤其你讲说这个渔业协定，渔业协定里面有一些新的数字，就说过去的半年，像尾鱼的产值增加了多少，还有渔船以前常常被日本逮捕的情形，目前的状况如何，都不会写，也不会检讨。这个难道不算是你们的外交部一个成就吗？是，好的，好的，好，对不对？我是为你们好啦。是，谢谢。这政治是要懂得宣传的啦。对了，我们都被人家绑着手打，做了事，最后社会大众也不了解，很多事要一讲再讲啊。像你当外交部长啊，你都应该上媒体，甚至电子媒体上面去讲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是怎么样，我们现在遭遇什么样的困难，希望百姓们大家来支持我们，对不对？然后我们有一些成就，所以请你们也要欣赏我们的努力，是不是？这些你当部长啊。都应该主动上媒体要去谈这种事，这个又有助于社会凝聚一些共识，然后大家一起奋斗，为外交的这种前途一起来奋斗嘛，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要去攻击人家，或是批评在野党什么？可是你们我们执政党做出来的成绩，社会大众不能分享，请问这是我们的错还是你们行政部门的错误？是吧？了解，非常谢谢委员的意见，这个我们会来遵照。我想请教一下，就汪传普死掉了，是吧？死了之后，现在你的感觉冲击怎么？我先讲一下我的看法了哈。因为这个现在还有这个有9亿美金在存放在瑞士的账户嘛，就汪传普这个他们的检察署，瑞士的联邦检察署也冻结了这个9亿呢，已经冻结整整14年啊。那汪传普要求解冻，可是呢，地方法院瑞士的这个联邦的法院在去年8月18号。就把它驳回嘛，啊，把它驳回，是，所以这资金还在冻结过程，这个过程了哈。那我们现在要求瑞士这个
来先还我们这个拉法叶的不法所得3亿4000万美金吗？那瑞士的这个检方认为说要汪传普的确定判决才肯还这个钱吗？可是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资料，我们现在根本法院已经在2009年台北地院才用贪污罪对汪传普发布通缉，我不知道这个肖律师谁应该负这个责任，是检方呢，还是院方地院呐、啊？哈，啊，或者是其他的军方，我不知道啦。那这个拖这么久，那实在是没有道理。然后现在汪传普死了，那这个事怎么办？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法院现在就不是是不是就要终止对他的审判呢、啊？这案子就 close 啦、啊。那这样子我们这些钱永远拿不回来。不，这个没有 close， 我想司法的程序还在继续的，因为现在汪传普在过世之后，因为他有小孩，事实上这个钱冻结的钱等于变成他遗产被冻结的部分，所以我将来我们事实上还在进行当中。部长啊，部长，这个事情、啊、不是只有在瑞士那边我们跟他要钱的问题，是瑞士的检方态度非常清楚，你台湾的法院要做判决确定我才把这个钱还你们，那现在汪传普死了，那这个判决确定怎么确定法？现在连地院的地院到现在为止也是只有发布通缉而已，没有任何的审判了。委员，这个部分我是不是请调法师，是不是申司长能够、啊、非常简要的稍微？好，谢谢。报告委员，那个诚如委员所提到的，那个这个案子，那个有其中有判我国法院判决确定的部分是在拉法叶的部分，拉法叶的部分那个有那个确定的判决，那个郭立恒跟汪传普共同收受了回扣那个他说3亿4000万美金呢，那这个部分我们向瑞士法院提出了那个提判证那个提出了终局的判决，请求返还这个。不过那个汪传普他们在那边也有抗辩，所以这个在瑞士这一方面那个，所以这个还这一方面那个在瑞士方面这个诉讼还在进行了。那我国那个特侦组那个不断的跟瑞士的司法当局有联络，也不断的提出证据。那个这方面我国的那个司法当局仍在继续努力中。你讲的这个东西是去年4月16号的判决吗？他是依据采购办公这个公用器材收取回扣罪，然后这个判处郭立宏15年，然后并科罚金2亿，然后同案的被告汪传普连带追缴不法所得104，就3亿多美元。是这个部分。那这个三亿多，现在最高法院确定了，对不对？对。那好，那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很好理由跟瑞士的联邦这个检察署跟他们要求，那我们已经完成这个终审的判决，你可不可以把3亿多还给我们？有没有在做？是这个部分呢，确实我们的那个特侦组他就在做这个事情。那是从去年的4月16号做到现在，没有结果。是那报委，因为那个这个部分是因为那个在那个司法当局他们是独立在作业，他们所知会我们所得的资讯不多。我了解了，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只有单纯的司法问题啦，也涉及到外交的问题啦。好，那我们也不太可能跑到司法委员去问这个问题。我认为外交部应该主动的，也要跟法院这方面去联络，还有我们自己的检方这边，包括特侦组啊、哦，那要去联络，就是说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外交部可以帮什么样的忙？因为瑞士说你要完成终审判决，对，然后我们中。这一部分呢、啊、九亿里面的这一部分的终审判决出来了，那汪传普死掉了应该不受影响，对不对？想当然应该不受影响，那已经符合了当时瑞士的检方的要求了嘛？终审判决的这个部分出来，当然还有其他的部分啊，那是不是可以把钱拿回来？是这个当然 还要在瑞士方面，因为也是在瑞士方面，而且你要让特侦组知道说外交部愿意帮忙，可以帮什么忙？在那个跟那个瑞士那个司法当局的，当然他们这个方面是要外交跟司法当局共同合作，在两国都是如此。OK， 好，谢谢了哈，部长，我再请教一下啊，因为有委员同仁啊，有提到说护照的号码的参考身份证跟车牌，逢事就要剔除啊，
尾数只要遇到事就要把它剔除掉。我跟委员报告，但我们有请林务局来做一个研究了。我是不是请林务局来？对，研究结果怎么样？尤其是不可以告诉我民众的反应怎么样？我们请副局长。报告委员，目前这个民众反应啊，基本上还是不赞成啊，护照尾数啊，这个有事的要把它就剔除不用。你们怎么做？怎么知道百姓这样看法？目前就上次有这个关切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就媒体啊那个也有这个这方面报道，民众你用也这个字啦，表示你们外交部自己也有做民调，是我们自己也有做，你们做民调是吧？对，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外交部领务局的网站啦，我们有一个贴心提醒、是网站啦，不是民调啦，网站让人家回应啦，对对，是不是这样？是，你们最好做个民调啦，是，好不好？是，我跟你讲哈、我是不赞成这样做的啦，是。我先跟你讲，我是不赞成什么尾事逢事就剔除，那是不是所有的旅馆逢事那个旅馆就不要有四楼？这没有这个道理嘛？现在卖房子也没有说把四楼空下来嘛？对事那么紧张干什么？对不对？那么紧张干什么？我是认为这种东西不问苍生问鬼神啊，搞那么迷信做什么？现在什么时代了，我们都要破除迷信呢？哪有搞这一套的？可是你要去说服人家的时候。外交部的预算，我看你们每年缴回的数额也不少啊，金额也不少啊。你们做一个民调嘛，是你要让有些的立委，你民调最多花多少钱？十几万就可以做一个民调了，对不对？你就花个20万又怎么样呢？因为有些委员提这个东西，你要去说服他很简单，你是民意代表，我就告诉你民意如此。我不相信民意会支持说逢到这个事尾数有事就把它剔掉。因为这造成很大的不方便，不是吗？有没有什么样的不方便？甚至对维安有没有什么样，对安全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没有？如果你把这个事都踢掉，会不会有什么直接影响？不，你点头啊！我问你啊，你在点头干嘛？目前世界各国啊都没有把那个尾数去掉啊，那个事去掉。你要告诉我理，你要告诉人家理由啦，不是世界各国如何嘛？啊，你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遇到事剔除是不好的？你们外交不是反 对理由是什么？除了民调，你现在没有民调，我们就有网站嘛？那你告诉我你们的另外我们就研究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护照这个号码啊，跟我们的护照安全控管是有绝对关系。那因为这个我们的芯片护照就电子护照，是我们 follow ICAO 哈这个电子护照安全机制。那它中间呢、就包含了我们的那个号码跟那个。安全控制的一个精要，这个是结合的，就晶片呐、是吧？那个晶片呐、是吧？里面的精要，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号码这个中间把它落掉的话，就会造成安全控管的缺失，这对于整个护照安全控管有很大的危险。对了，你这样讲是很清楚了，但是我是还是建议你们哈，因为这个问题，除非内卫委也没有兴趣，如果有了，我是建议你们做个民调。可你民调做出来也有可能，大家都赞成尾数把它拿掉。我希望那个情况不要发生，那真发生也只是麻烦。那这台湾 是很迷信的地方、好，谢谢。